起来握个手，说愿主祝福你。将祝福你传讲。
愿为你去，成
能够彰显你荣耀。
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求你真是坚固我，我们是软弱，我们是无能，唯有在仰望你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坚强。主，求你今天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求你恩高牧师的口，让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勇敢地走出去，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所有的人，传到地极。主，我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，从头到末了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